生大德，各位信众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志伟，在这里非常的高兴，在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能够跟大家共聚，一起来度过今天晚上这个佛教梵呗净化之夜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若无闲事在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黄安。那么佛陀给我们的教化很简单，只要放下是非，放下争斗，在这个有凉风秋月的晚上，在我们的音乐当中享受一个难得的好时节。说得很好。各位好，我是李想，这里是南岳衡山大型佛教音乐晚会的现场。今天晚上各位所听到的声音，也许是您从前从未听到过的声音，今天晚上各位听到的声音，也许将是要伴随您一生的声音。1700多年前，从名冠青史的三国大诗人曹植，在今天山东东阿的虞山上创作第一首中国佛教歌曲开始，我们应该庆幸近2000年的风云变迁，寺庙的高墙，僧林的虔诚，为我们保存下了这最古老的声音，为我们保存下了这曾经打动我们祖先心灵的同样的声音。好了，我们马上会听到了，就是今天为我们演出了300多位僧人为我们演唱宝鼎赞。